为我们的示范，结果现在在做有点像阿飞的那个无限中的阿飞。我只是热身要比较久，好不好？之前都不用热身，现在就要热身。你看人家都不用，传说就是以前都不用热身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扣篮，而且是双手。感伤啊！好，这场示范赛比赛开始，马上陈江拔起来出手，就两分先拿到，先停牌了。红砖弧顶，这个球刷框而出。于晨曦面对陈信安，这个球吃掉。好，不过现在陈信安。他其实已经42岁了，还是能够飞往里面切，换手送篮得分，比赛结束，非常的快速，对。